这个是可以在上一站看下一站的情况，然后站内的温询处以及它这个站点的这个各个位置然后的一个指向，我觉得可以在最起码在这个下一站这块减少一定的人力，然后在这块就直接可以显现出来，还是不错的。这个感觉确实是比以前要高科技的。列车运行